我是刚刚列车长的8129月13号。北方路上的16:50，走白就是4834次哦。大老子发出来救命烟，从青龙山开车。来了，我的6767来了，我的6767自来哦。我是刚刚列车长的8129月13号，瑞芳路上的6:50，说白就是6767次哦。宜兰发车将沿线到树林，宜兰到南港兼载客的1401电流车网，在瑞芳站行号。我的蓝皮温波号，两节蓝皮对号快车，蓝皮普通快车加三节蓝皮通勤客的蓝皮普通通勤客的两节。PP1020，这班是172次潮州发车将山线号花莲 PP 自强。我的6767开往树林的蓝皮文博号，在瑞芳站停靠站驶进停靠喽，1401电筒车，两节蓝皮对号，蓝皮普快车，加三节蓝皮通勤普通通勤客车，都要慢慢走过去。SPK3277，SPK32609。TP32869。TP32865。以及我们的TP32860。来，我的6767在瑞芳站停靠，172次在瑞芳站驶离。姐姐，今天辛苦你了，两趟都掉完了。没有，掉一趟啊。啊，另外一趟哎。756了。啊，756啊。他都没一直改，本来早上我说756可不可以挂，对啊，他说挂得下。挂了，他就改了。对，他又改说挂不下，要我们减挂。对。然后苏信那边说。真的，后来总统又跟我们讲说，不然750是吧？说那好，结果下午又打电话来说750也挂不下，照不到756啊。那干脆你跟他说7532好了。对啊，7532是没一头的。真的哈，1017。7532过去太晚。真的哈，你要管他的，你们自己刷全部挂过去，对不对？对。他后天记得去抢票。温婆位啦，哦，记得哈，对。好了，我先一起去哦。哥哥再见。是旅行社嘛？对啊。一起去要来了啊！然后赶快走。就那样，拜拜。那再见吧。